我是刚刚外面车长的112年了，5月3号，北方在南5:21，我发现是有火烈准备通过。7:02火烈，应该是吊车完人要走了。R10 R17，哇！我的750是火烈，还给我搞双色哎！R10 R17，当然有两棚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直接是空渣抖车。2、3、4、5、6。加7节篷车，加一手车，火烈哇 ！R10、R17，双色哎，今天是双色彩电头哎，超感动了，双色双彩电头，在瑞芳，红桥边的已经通过了750的车里哇！而且呢 ，R17超帅的，全世界是双色，还蛮开心的。好了，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对我们的激光片，我的750的车瑞芳红桥边的已通过5:23。5月3号，还蛮开心的。今天终于跟蓝R17了，超久没跟到他了，听说最近康复了。谢谢大家，感谢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